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Miffy. Let's review the word an ant. A-N-A-N-T, an ant. 一只蚂蚁。各位观众，现在报告今日全球及美国疫情。截止2020年5月1日，全球共有3398458人感染，死亡239443人。美国因中国武汉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疫情感染总数达到1131015人，死亡65748人。纽约州长库莫今天宣布，纽约公立 K 到12年级学校本学年不再重新开放。古张观察通讯员自由里根传来最新消息。据朝中社5月2日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一日考察朝鲜顺天磷肥厂，并出席工厂竣工仪式。金正恩同志发表重要讲话，勉励全体职工要高度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将磷肥卖到中国去，卖到俄罗斯去，卖到美国去，卖到亚非拉所有国家去。事实再一次证明，伟大领袖金正恩同志是吃不死的胖子，打不死的小强。在直播了，咋子嘛？聚焦绵阳发展动态，展现城市风采。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宏宽。这几天我看到了李宏宽先生啊，这个关于我头两天这个直播以后这个强烈的反应啊，这个我可以理解啊，因为我认为李宏宽先生是真民主，真民运分子啊，真民运人士。我不论如何我不希望跟宏宽先生交恶，这是我原来发过推，不希望和民运的这个真正的民运分子任何时候有斗争啊。我认为宏宽先生他是真的民运民主分子，他现在不理解或者激动冲动啊，这都没问题啊，我觉得大原则不会有问题。
这官贵又得往前推啊，还真的往前推这个案子啊，雇了个律师往前推这个案子，花钱呗，他烧他的钱吧，我一分钱没烧啊，我一分钱没烧，我认为不值得。我如果不烧钱我就能战胜官贵的话，我干嘛去烧这个钱啊？郭文贵这个说谎造谣太多了啊，但是就是有一帮傻逼郭友粉现在就是配合他嘛，另外有一些中共大外宣像一耗子这样的傻逼啊也是鼓动他啊。郭文贵你这个乌龟王八蛋，今天是5月1号，13578十腊，31天永不差，离您的喜马拉雅建国还有34天，越来越好玩了，我跟你一定玩到底啊！但是咱要玩咱有个规矩，谁想跟我玩把护照拿出来，真名真姓露脸直播，你别弄的取水台的那个胸罩把脸都捂上，戴个墨镜在屋里不可以啊！你别派些小蚂蚁来，地址什么都没有，难道你说我这个就是假的吗？就这个就是假产品吗？我打开以后它也是一小包一小包的，像这样子，这个小包里面也是没有那个地址，就只有一个扫描码，然后没有生产日期，要就是你所谓说的三无产品吧。那你说我这个是假的产品吗？你说他的口罩是真的，你有没有从一开始打开给我们看？因为你给我们看的时候你那个包就已经打开了，那怎么证明是你自己弄脏的放进去的？是不是你想栽赃给法治基金？如果你从一开始从那个邮包打开用剪刀打开的时候一步一步显示给我们看，我可以相信你，但是你给我们看的时候你那个包装盒已经打开了的，但我可以怀疑是你弄脏了你再放进去，然后你再拍视频给我们看，你这个是栽赃给法治基金。哎，郭文贵你直接过来知道吗？你不能骂吗？接着骂。今天从开箱，这不你叫凯琳给寄出来的包裹是吧？是吧？凯琳是我们意大利同胞，我还想问问凯琳在哪儿了啊？凯琳病好了吗？我还挺关心的啊。凯琳我们都喜欢你啊，凯琳好，1000美金才有资格领口罩啊。这是这口罩劣质产品，我已经都展示过了啊，这次看一下，看看口罩为什么跟飘上海那孙子的口罩还不一样，就因为飘上海捐金币了是吧？飘上海你凑够钱了吗？啊，我每天都问你，飘上海像你这种就得跟这个龟孙一起去进地狱。郭文贵你这乌龟王八蛋，你个世纪巨骗，你真的颠覆了我们所有人的这个三观。小语音发了，你才去忙泡茶，提你了。现在我们哥俩提啥呢？就说七哥呀，最近要给咱们左元，你的老朋友左元做节目的时候通知七哥，七哥要过来给你捧个场，几分钟也是事儿。捧了场要把西斯啊、庄丽红啊、曾红啊气得吐血，不，他说气得拉血。后来我一抄键盘，我是个男人，我怎么拉血呢？就两种可能，一个痔疮发了拉血，第二个大姨妈来了，那肯定不是大姨妈来了，
所以我告诉你，七哥躲在我这个十八楼外面，不但看到了我光屁股洗澡，在我洗手间还看出来了我的痔疮是内痔还是外痔，会不会流血，不然他不会这么说。李红，你有没有痔疮七哥也清楚，你们家地下室的窗户七哥经常趴在那里看你上洗手间，看你擦屁屁。我妈妈，这就是咱七哥有点重口味。听听听，我们一切事情讲证据。委员啊，你做好准备啊，这两天我抽空的时候我要跟你连线啊，你直播的时候把我连上，我上这个几分钟我要给你捧场去啊，好不好？我给你捧场得把庄烈红，得把王八蛋鸡腿潘曾红，得把他气吐血啊，我们让他全都气得拉血，让他们吐血。七哥，七哥，混合字，内字外字混合字，到底是吐血是拉血？吐血我随时可以吐给你，你要求我吐我就吐，你要我拉血，我又没有痔疮，我又没有大姨妈，我怎么给你拉血呀？啊，难道我拿把刀对着肛门肛毛捅一刀拉血？七哥，重口味的点吧。烈红，上洗手间把你的窗户关严，窗帘拉起来，七哥知道你内痔外痔综合痔还有细丝。